喂，开的，开，那第一关我们就打普通的，开，普通的，开，聊天室放哪一个？放这，对，聊天室可能要移一个位置吗？我看看是不是要调位置，等下再看。安安，大家安安。第一关怎么这么多人要改名字啊？很多的。对啊，我改几个就好了，不要全改啊，太多了。懒得改。他第一次开需要一段时间。等你没关系，我也需要一段时间。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玩的是 The Show Money 游戏。Show Money 游戏，哎，你怎么知道？哎呦，你也知道是 Show Money？ 有在看哦，有听说，有听说。这是我第一次玩。对啊，欢乐越狱。为什么？哦，我要开怪兽声音。好。我要去把我的电风扇开大一点。好，去。小马铃薯，不消。小马铃薯，小马铃薯。牛啊！看看。今天，对啊，今天是哈记啊，今天没有杰克。杰克，杰克他有事情。他有事情。他讨厌我们，他不想逃，他先逃走了。对，他自己先逃了。他已经先逃了。空格键。看一下。感谢九十九哥，好棒棒。等一下谁要开啊？对啊，音乐好。在调 ID 是，对，好。而且我们都买了 DLC， 应该有更多东西可以玩。我不知道没买可不可以进去？没关系，我们先玩一般地图。对啊，先玩一般的、啊，先。没关系，可以直接买了。我的角色。贵贵贵，可买。慢慢逃逸，不要再削马铃薯。不是啊，但是削马铃薯是一种信仰。信仰。好哦。啊，我知道这个人也可以打进去了。等一下，小雨就啊。你是凑不到人是不是？哎、啊欸，我要拿水，我突然想到我的水。他超多人的哎、欸，我看一下他人不够算了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可是应该很多吧？你看什么2001全阿比，法师瑶，对不对？阿一阿一四八四，真会想那个。好啊，好好好，都来都来。打米狗喽。对呀。然后去拿水，再关一次视频。好晚，没有自定颜色。你要后面一点，它后面才能解锁越多。还有一二三四五，还有五个名字，怎么办？嗯，好，等来。还缺五个名字，来，小雨在想，来。还缺五个。对。那就开那个啊，对不对？开。不是直播 ID， 直播 ID， 开王国看看还有谁啊？巧克力呀、啊，巧克力倒了，一拳，喵哈，喵哈倒了、啊，汪汪啊，杠杠啊，来来来来来，你们打，你们念我打，你们念我打，杠杠啊，哎、欸，人家都久没出现了，这样。
他敌我。还有谁？啊，红色斧头，还缺两个。汪汪啊！汪汪打了。还有谁？看一下，那只好再打开 UHC 啊。UHC 群法师啊！对啊，我从上面看下来嘛。感谢99个赞，法师啊，法师打了，瑶啊，瑶打了，香啊，鱼干菜渣啊，圆圆啊，鱼干菜渣，好啊，那就这两个吧，好啊，就这两个，标题就可以下了。他们两个没有什么，我要故意，我要故意去惹菜渣跟鱼干，菜渣打我，标题想好了，对，菜渣你为什么打我？知道标题。那渣是口部的渣还是三点水的渣？口，不要再三点水。你给他打错，你就要被骂爆了。对，小心哦，不然就变啦、啊。看看喽、哦，我看看，或者是变少多多啊，积少成多，变少多多力。啥、啊？嗯，名字取好了，按一个返回啊，完蛋了！不会不会，他会记得，他会记得，哦、他会记得，他会记得，他会记得。OK OK， 好了，名字取完啦，好，终于取完了，终于可以关台了。那你可以关台了吗？关台了，关台，再见再见。啊，私人，怎么进你们的房？等等雨月开，等雨月开，好。安安，大家安安。没错没错，这不是逃狱游戏，这是小马铃薯游戏。哦，这是比赛看的小比较多。好、啊，我们看谁先削马铃薯啊！来啊，好啊，来啊！要比这个是不是？啊、拜托。不行啊，我没玩过啦。你们教我怎么玩？我们的目标怎么削马铃薯吗？最容易去削马铃薯了。来邀请邀请邀请，来来来来来来来，好了。这游戏可以拿枪去打警察吗？可以啊，可以啊，有你想怎样都可以，你想怎样就怎样。啊、好、哦，然后你看到每个时间会有一个箭头叫你去某个地方，你一定要去，不然会有警星。对，这个就是就那些事情做完之后，你其他想干嘛就干嘛。对。啊，那如果不做怎么样？小马铃薯不是。因为大家的警心变高，然后那个警察看到你就会很不爽，你可能莫名其妙冲过来揍你之类的。对，对，他就会把门关起来，就只有你在那边暖暖手，把你带回去。嗯哼，嗯啊。对啊，是 DLC 吗？还没。第一张地图啊？哪一个？公园、啊、公园吗？哎，对啊。他怎么这么久啊？有二十个人哦。有很多啊，哦，你怎么还没进来啊？这么久？感谢棒棒糖。哎、欸，我卡了，卡了。哎、欸，我卡了，我也没。哎、欸，我进来了，好进了，哎，进来了，选角色了，我也选角色了。哇，完了，每次这游戏都忘记要早餐时间。OK， 去吃饭，去吃饭。表情哦、okay ，对，它进你身上，你可以看那个道具啊，道具会有绿色跟红色，红色的东西就是警戒。不要教他，先不要教他。什么什么？不行啊，他现在身上没东西啊，跟他讲一下，搞不好他也不会看啊，跟那个什么，怎么看宝宝？开始一样。好了，搬秋风的东西。哦，秋风的柜子有死老鼠，死老鼠。哦，在秋风那边是不是？我去了，我去了，那是我的任务。所以我要做什么？啊，看你要做什么、啊，去吃饭啦、啊！你先去吃饭，现在早餐时间，就跟着走，跟着箭头走。不是啊，这是恶灵啊，这是恶灵哎，这样子。感谢心灵的火箭。哎、欸，我还没吃哎、欸，就要走了。啊，你也不用吃啊，没吃。啊！我打到人，我打到人，我打到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好想去看戏哦，在哪里呀、啊？杰克的死钥匙。哪里啊？晕、欸、的，你晕了！来来来来来来，这是谁？拔掉！哎、欸、哎，脱、欸、我衣服啊！你把他打倒了是不是？哇！没有吧？我把衣服丢地，拔起来了。他等下会被抓走。一拳的抽屉都是违禁品。
哇塞，一拳太强了吧！被戳到哎、欸，我天啊！看一下，看一下。那我他身上有这个金币，意思是怎样？是可以偷是还是怎样？哎、欸、哎、欸，他金币可以买东西，可以跟他买东西。哦。哎、欸，这里问到呢？没有，我先看一下桌子是谁的名字啊？我是小雨，你爱我吗？他上面这样写。我是大禹，我治水之类的吗？惊叹号要怎么那个？啊，不行，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你可以跟他讲话。一哦，小雨，哎，小雨弹回去了。你打他了是不是？我没有打他，他想打我。嗯，那我帮你。你们又做了什么事情啊？他快死了，他死了。嗯、要有钥匙跟那个。哎、欸，警察，警察，警察，跑！为什么刚刚还在勾洗袜啦？又是我啊！哎、欸，被看到了，被看到了！怎么又是你们？你们在干嘛啊？啊！警察，他快死，他快死！你们加油！打死一个，我打死一个，再一个，再那个，哇！还有两个，有两个，哇！完了完了！好，他的东西我拿走了。哎，这哎还有一个！快死，快死，快死！快死了，快死了，快死了，快死了！啊！不是打我。死了一个，死了一个，两个，拿衣服，拿衣服，一人拿一件，一人拿一件。我这里有两件的，我这里就有两件的。好，那你收起来，你帮他进哪一件？好，玩的有像不太一样，是不是？对啊，就是很像我们猎龙在骑龙了，你还在地上射那种感觉。没有啦，就是。因为哎呦，选择抽屉哦。看看有什么？哎呦，翻看看，地板好多东西哦，还有巧克力棒，哎，棒！我要去读书了。哎，对呢，有摇的抽屉，你们都忘记要读书了哈？没有，我们刚就在一直在做警察，对啊，我们欲罢不能，疯狂做警察。哎嘿，小雨轩的房间在这里，在哪？这边是？那你不是已经翻完了吗？里面没东西，看看有没有藏什么。刚不是巧克力棒吗？哦，拿巧克力。我有墨水。有人在打鼓哎、欸！他去吃饭啊、喔！一看就是菜逼吧。吃饭吃饭吃饭。可以进去就好，不要吃。可是吃的话，你会加那个、啊、体力。嗯，如果你们刚好没体力的话，可以吃一下。嗯，跟洗澡一样。我要插队，有人想打我啊！哎、欸，你看他是谁？金蛋号是谁啦？金蛋号谁啦？汪汪啊，汪汪，你干嘛啦？汪汪，凶巴巴！哇！杰瑞，看他啦，警察有摄影师啦！我好想打摄影师啊、喔！哇，打起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要去赚钱了。坐下，坐下，好，吃饭。我来了。啊！我、哦、在摇这边，每天都在忙哎、欸，都在帮忙接任务。我躺着了，多时间，杰克在这里。哦，打架！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一团乱。在哪里？拉一点。哦，对。对，汪汪。阿比跟圆圆打，阿比跟圆圆打起来了。哎呦，鱼竿要梳子，来，我去帮你。鱼竿想梳头发。不是他说他想要梳子吗？我去帮他拿一下。感谢药水瓶。他想拿的地方也太奇怪了吧？嗯，我去错刀。在楼上是不是？刀有啊。然后你的会要够高才能发明新的。对，所以你要去读书。看、嗯、书。哦。不然你就做不出来的东西。嗯。他要的那个东西太远了吧？制作工具手法。来，嗨，法师你好。你看法师就转头揍你一拳。好。那个东西是工作时间。是工作。你就去报道那边报道一下就好。啊，对，我忘记去工作了。哦，就是你们每次都莫名其妙多警心。这样大家一起去消一下。啊嗯，哎、欸，走错地方了。有那边坐下跟他讲话就好了。你就只要进去那个房间就好了。看到那个工作时间有打勾就好了。哦哦哦，嗯，
要我打巧克力我好像还好趁这个时候好了好了我来了我来了会最少要多少70的样子吧70满吧70就可以做全部东西了所以我捡那个精华那捡那个精华可以去看一下啊我觉得很超智障的我捡到我打五秋风笑到快笑到秋风倒在这里锻炼时间打勾这地方是不是可以偷藏东西啊警察是不是不会进来哎呦那一间小间的很圆这是花儿这是摇谁按这么认真啊我啦我在锻炼咩不用假的锻炼可以锻炼我要玩一下这怎么玩啊他会到上面按啊照上面啊他不是有 QE 吗哦、oh. 无故矿子我没有无故矿子我根本就没有工作啊我只是没有在那个要去找工作的时间去找工作而已不想工作想靠人养当下我都去买、欸、我要找的人在哪里在这里啊哦你怎么那么丑啊你怎么会这样子笑死！这谁啊？圆圆为什么躺在地上？啊，圆圆被拿走了，我还来不及刷身体。圆圆被拿走了，哈哈哈哈哈！拿走了，天哪！被伸走了，好想你，怎么会又拿了？好想你，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哦，我怕被捡走了，听起来比较好吗？繁星安安，不会吧？哎呀，是谁的房？奶帕克。开抽咯我这里开始抽奖咯诶谁又把谁打倒了谁又谁又打倒了就这一次他们都很过好我要抽一下我要抽一下抽风把鱼竿打倒了哇你看在哪里我要捡我要捡我要捡那是那种护手霜